祷告，纵使我软弱，我需失信，你仍然可信。面对的山顶那么高，路径艰难如没去路，但信靠你，你定会开。Hello， 我是 Brenda。 嚟紧嘅8月18号呢，我哋将会喺 Sydney 有一场敬拜音乐分享会。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藉着诗歌、音乐、敬拜同埋见证嘅分享，让每一个参加嘅朋友都可以经历到神人。所以如果你仲未去报名呢，邀请你快啲去我哋嘅网站索取免费嘅门票啦。8月18号，我向你祷告，我哋报咗名啦。向着前方，我抬头观看，人群中我定找到那个当得平安。